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克罗埃西亚之旅的第六天，现在是午餐后，来到马可波罗的出生地科楚拉岛，克拉 island 的部分，这边是属于克罗埃西亚的地方，这边是一个码头，这边 steps 它的餐厅很不错。哇，幸福克罗埃西亚第六天，现在是下午的1:35，小编 Steven 为你现场 live 报道，非常漂亮的亚德里亚海，然后从在正前方的 Stone 开船坐到这边来，这就我们在今天正前方的地方。哇，棒哦，很漂亮。防御性的一个，好，拜拜。